Rich Kung Hyo, Mr. God Wang Chen. And we also have the Regional Councilor of Markham, Mr. Joey Lee. The Regional Councilor of Markham, Mr. Alan Ho. The City Councilor of Markham, Ms. Amanda Lucci. And to the City Councilor of the Markham, Ms. Isa Lee. We also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City Councilor of Richmond Hill, Mr. Simon Sui. And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elcome to the City of Toronto, Mr. Nick Mendes' assistant, Linda Zhu, and Lily Chen's assistant, Ava Ha. 好，那么接下来请出我们第二排的社团领导，他们是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代表前会长王体，加拿大华人同乡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邢继元，加州地产投资总商会会长张金鹏，加州地产投资基金会会长孙志峰，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铁木尔，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林庆清，加州建筑协会会长李伟阳。 林夕课堂主席林豪卫，多伦多鸿门达全社社长叶国良，多伦多凤轮公所主席薛永利，加拿大藏族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邓朱丁真，加拿大多伦多葡京商会执行会长王胜明，还有豪文宴的老板曹强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多伦多华联总会的常务理事。 柴元常务理事、孙晓明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梁梅英常务理事，还有陈文常务理事、沈谢元常务理事、杨宝凤常务理事以及刘振强常务理事。同时，还要请出我们华联总会的各位副秘书长，他们是陈潇怡、蔡丽梅、林思国。 周静雯、琥珀、陈文清、郭清宇，有请。那与此同时呢，也请我们的礼仪小姐为我们各位在台上的嘉宾准备好共同祝酒的酒杯，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各位贵宾也把大家的酒杯斟满。 让我们的礼仪小姐帮大家把酒杯给各位贵宾递到手中。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在座的所有贵宾在桌上把我们的酒杯斟满，让我们共同品尝这一杯佳酿。 还有台上的哪位贵宾没有酒杯，可以伸一下手告诉一下我们的礼仪小姐。好，此时呢，我们需要一位尊贵的现场的领导帮我们来一起。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主办方代表，我们多伦多华联总会的王清宽副主席。 和我们现场诸位共同举起我们的手杯，恭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华诞！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华诞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们一起。 一杯敬五福，一杯敬四海，愿山河锦绣永固，四海升平绵延。老爷，老爷，老爷。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干杯 ，Cheers！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